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，然后今天要放生瑶瑶来跟法师跟小奈玩暮光森林。那他们上一次放生我，对，上次放生我，所以我没有参与到，就是他们盖房子的时候。他在生气耶，各位。那就是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开台，然后我也很少开台，所以我今天刚开台的时候问题有一点多，对，然后感谢大家的包容，也感谢大家帮助我回报，就是现在电脑的情形，不是电脑的情形啦，现在开台的情形。然后现在听到的画面就是法师和瑶上次盖的房子，然后他们用萤火虫这样，挺优美的装饰，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啦。那今天来啊，欢迎死了定了。今天小奈他仍然是没有麦的状态，那我不确定他打字我看不看得到。我现在用手机在看，我的台总都可以调画质，也要看，也要有合作伙伴之类的。现在是黑屏吗 ？Hello。那所以法师你现在在哪？我再抓个三只萤火虫就回去。你怎么抓萤火虫？直接打掉哦。对吧、啊？你可以把它打掉，再把它贴回去啊。打掉再贴回去是怎么样？你等一下看就知道。等一下又一只，我再打一只。又一只再打一只。等一下，这萤火虫太多了，真的是 不抓不行啊。各位，我得萤火虫成瘾症。其实我现在不知道我的台的情形，这样我可能今天看记录会吐血。麦当劳。大家看下麦当劳。今天看记录就吐血，我饿了，是啊，我饿了。只是网路要很顺。好的，好，我回去哦。TP 1.6的，1.22哎。还是要麻烦今天有帮我看台的观众帮我回报一下，真的，大家都看习惯瑶瑶，你们要习惯，我们要习惯瑶瑶好，没有瑶瑶的日子，不然总有一天他会离开我。对了，然后我今天还是用那只亮滑鼠，所以可能等一下画面会出来一阵天旋地转，就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。我没有上升啊，这萤火虫都好好的、啊，你看我一直在转圈圈，真的假的？那可能就跟着转了，我没办法了。网路不给力，看不给力就会转圈圈，真的、哦？好吧，那可能你只能等记录了。哇，不要在那边打指令三海长。快点啊！法师，我现在一直在我们家附近绕圈圈，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我刚刚 TP 到你旁边去了。真的吗？你在哪里？哇哇！你看哪边特别亮喽？啥回来？过来。哪里？你在哪？你人在哪？哦，往上走，往你的右边，我很顺。阿空，我看到你了。为什么把我传过来啊？我的虫。等一下，你去哪？你是把萤火虫丢在路边吗？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啊？小心一点啊！哇哦，你这是萤火虫田吗？对吧？这他们不会变多就是了。是颇优美的啦。我哪有在看法师，所以没差。所以现在是法师的台不会卡，啊、我的台会卡就对了。好啊。欸，法师，快点把萤火虫贴满我们家啦！然后等他下次来，就是意思吗？法师。等瑶瑶的意思吗？法师。干嘛？把萤火虫贴满家啦。所以说，你要等瑶瑶来，然后呢吓他吗？等一下，有僵尸。你说等瑶瑶来干嘛？这个目光对啊，都是很深夜在开的，忘记了。就贴瑶瑶，贴家里让瑶瑶下。戴绿帽的法师，他的帽子是苦力怕。还可以吧，好的，谢谢。好啊，都有金帽。拜拜，继续没关系哦。所以刚刚是问说等瑶瑶要干嘛？我就是。为什么这里僵尸这么多？因为这边很黑啊。因为这边现在晚上，因为就是贴满那个下瑶就是。瑶一定崩溃，这时候贴满萤火虫吗？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但我来我这边第一次来都会死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久以前的习惯。说到瑶，我表妹的仓鼠瑶刚刚死了，这么厉害。什么仓鼠死了？因为话说奶油的猫也死了啊？不是啦。喂，你拍一拍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不是啊，探索吗？还是要生存？你把萤火虫都放到哪了？还是你只是收起来而已？我身上。如果他知道，等等就会冲来聊天室了。不一定吧？搞不好他在约会啊。你要贴吗？你要贴去贴萤火虫吗？要贴在哪、啊？不要洗啊，小屁孩！怎么了？小屁孩来洗屏了啦！有，对吧？赞哦！
我这，他去悉尼那边了、喔。哎呀，有屁哦！你要贴吗？好哇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吐啦！吐虫的法师，请问萤火虫好吃吗？我是没吃了。你那样丢，就真的是超像你在吐萤火虫，恶心。你也知道、喔，小孩在那边啊？你要在你那边洗哦、喔。对啊。啊，不就还好，他没有在我这边洗。哎、欸，瑶瑶听到没有？什么啦？减一。什么？减一个人没洗。哎、欸，到底？我觉得用萤火虫装饰很美啊。有就怕、啊，就跟用仙人掌装饰我家是同样的道理。用剑，就说你分不掉的那种。再放生啊！再放生啊！再放生啊！我在报仇，你不懂。对啊，大家第一次来都会死定了。为什么第一次来都会死定了？我台的，就是自古以来，嗯，是第一次来都会当的意思吗？没有啦。不然嘞？就单纯会死而已、啊，不要想太多。哦，法师都威胁观众，你看有没有检举他？哇哇，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另外那位伙伴，我看一下，我们那个装模组装到不见的伙伴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现在这样配置，我看不到他在聊天，我看不到聊天室。我现在我就用手机啊。为什么连门口地上都要放一只萤火虫啦？我有可以贴在门上，就有说萤火虫之家。第二次来不会怎样啊，大概吧。第二次来你就会复活了，瑶瑶然后第三次来你就会死掉，所以你还是不要去吧。不是啦，瑶瑶做好你的工作啊，帮我看一下聊天室。对啊，瑶瑶你洗屏，小心我的 mod ban 你哦。对，他、嗯、他那边有，你那边有他的 mod， 他有你的 mod。什么？有吗？就 mod 啊，对啊。哎，这边有那个栅栏门楼上啊，这个是可以跳水的意思吗？跳，蹦。嗯看渐渐，对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整个室内、欸，为什么你们家要有跳水的地方？就刚好看到那边，就我也忘了、欸，为什么会有啊？问你啊，瑶瑶不怕，哎呦，知名实况组都这样啊。怎么的的，我忘记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、欸？各位，你们第一次来，有啊，你们都有死在那边。就各位观众帮我们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好？因为突然熊熊不知道干嘛。有人想得到吗？我有开多啊，感动。瑶瑶，阿舅，你要跑去台北，你怪谁啊？哼，你就不要去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小奈的讯息。瑶瑶，努力抢，吹取口气，那个家伙。我真的看不到，我真的看不到他的画面啊。我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跟着跑。我。我。我开通道不行啊，别在那边。瑶都自己去啊，都这样。对啊，都这样。哇，瑶你也放生我，好不自己去台北，怪我。放生我们，自己去台北。自己去台北。在瑶 FB 的粉丝团传了瑶糖糖的墓碑图、啊，兔子也去送终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如果我等一下有记得的话，没有啦。瑶糖糖。我有点鱼啦，所以。有点鱼。对啊。鱼。我去自杀，为什么可以去自杀？为什么叫我去自杀 ？Yep， 我是一只鱼。没有理你，好惨哦！跪求开台，你晚真的是谁都不理，摇摇都不。法师，我想要去探险。你猜猜看呢？去哪？哪里可以探险？外面。哪里啊？外面。法师，你怎么在里面？你变成动物了，快出来！你怎么在外面？这跟那个对，然后现在可以吗？我看到这个，我想要那个临近的那个麦克塞啊！哦，临近，对啊，临近那个、欸，有人知道那个就是我就完全不行，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忘词。你要讲什么？就那个、啊、土壤观察，我饰演土。临近 ，Fashion Baby。好好笑那个，有人知道林静吗？对啊，他只是法师今天贴了林静那个在木栅动物园观察图的那边。他姓姚。法师哪里可以探险？外面啊。好吧，我自己去，再见。姚的莫的，哇哇哇哇，完蛋了完蛋了！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多人在打字，完了，我开始反应不过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你那边被狂洗哦？不至于洗，就是很多人完了，我突然一直都很担心哎、欸。我一直很讲求说，一定要每个人都讲到话，就是一定会回。可
很好啊，你还有人洗，我都没得哎。不是，可是人一多，我怎么办？哦，人一多我就再也不用跟你讲话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有点多多。哇哇，这个超帅的！法师，我跑到一个，咬他，我死掉了。我生生揍死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已被这个名字好像坏掉了。Beetle name，真的假的？他用九头龙也要找得到啊！法师，我被揍死了。我看得出来，我被活生生揍死了。瑶，你可以接 SK 吗？瑶，所以现在是小奈还没进来就对了。对啊，他可能他在当圈局，正在抢救。Fashion baby， 我已经忘记他的字了。好，我已经忘记用 Fashion baby 是哪个 Fashion baby 了。就飞啊，会飞的飞。哎呦，法师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能在这里吗？我还以为你是怪物嘞、欸，活生生揍死了。对啊，隐藏开柜就是被活生生揍死了，在底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有电话？所以有空拉摇吗？当选举啊？选什么举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？一点七点死哦，因为就是找不到蓝，然后所以就变这样。然后第一次来我台，那你死定了。超凶，有人在吗？喂，人不见了，救命啊！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。我的你们是指就你们我们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转圈圈就只能那跟着转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对吧？嗯，嘿，不要怀疑。兔子疑似跑去接电话了。跟季汉要，问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旧版的要怎么办？能更新吗？传统的台规可以吧？第一次来，好眼熟。哦，屁小瑶，各位，我们要拉瑶瑶了，等我。哦，屁小卖炸，屁小瑶。OK， 呀、喂，怎么听起来那么像黑羽的声音啊？瑶，瑶，喂，瑶都不理人了，他不要。OK， 瑶不要我们了。去迷宫，杜华大家都不要理我，他们都不理我，又去迷宫也要找得到啊！真的，不用吃药了，在那边超坏。喂，哎，喂，我刚去接电话，哎，都自己接了，我也傻眼了，我想说，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打给我？安安，而且还是挂不得的那种，真的假的？没看到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去接一个电话，那个从法师台叛逃过来的，欢迎光临，叛逃，不原谅了，那不原谅。这个摇的声音听起来超诡异的、啊，因为我现在很刻苦啊，我不是跟你讲了。法师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。我用我用笔电看那个聊天室的字超小的、欸。摇，你现在在哪？黑鱼家哦。放大啊！摇。有蜘蛛在游泳。放大啊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要死了，这里好多蜘蛛、欸。可是，等一下，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边要注意一点，很容易爆炸。我跟你讲。谁？咬那边的，对，我觉得我快死掉了。那就跑了。怎么放大？我不会用。法师，你是死掉了、哦？没有啊。一股跟柔一，你可以再找看看，我就快出现了。哎呀，那个图好炫哦！为什么那个图？那个图什么图？先穿咬，然后大便啊！死了。咬大便。咬，然后大便，然后硬的。还大便呢、欸？真的、啊，我聊天室有人传那个，好酷哦！咬大便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图？哦，那个接次来，但我来晚没跟久，我还开着就好。摇小声，毕竟他是用笔电嘛，所以他选的他那边很刻苦，很艰难，就是对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给钱。可以请兔子翻译成中文吗？摇的大便硬硬的。哎呦，摇你好恶心哦！恶心嘞，你就听他在那边讲。你的硬什么？你自己要硬？摇啊，对啊，摇，你现在有办法教一下那个小奈装那个模组吗？我连电脑都不在我身上，你觉得嘞？东西，兔子，你都有给哈？哈？你都有给他东西吗？
我吗？就是模组的玩意儿。没有。啊？没给他。没给他，那他怎么装什么？那他在装什么？我以为你有给他、啊。哎呦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每次都搞这招好不好啊？靠！不是、啊，我以为你要给，因为你那天给我的我没有存啊。那我呢？抽张、欸。肚子要玩模组的时候，我也以为法说先给。靠！我们三个有默契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是蛮有默契的。对，我、哦、哎，对了，我们是蛮有默契的啦，都知道对方不会给了。不是，都觉得对方会给。对啊，可是然后实际上都没有人给，对，实际上就是都没人给。聊大便，兔子，你有吃过兔肉料理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感觉好残忍哦。我看好啊，是这样啊，你标准的就是那种吃猪然后缩小老鼠，没有，不要提，不要讨论这个，有点敏感。聊大便抬过来了，靠！哎呦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啊，不要理那，不要聊那种玩意儿。我要聊啊，没有人阻止你。好哦，哇。哇，没关系，都宰好，也不见得进得来。162都注意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小奈咪我。我不爱不变。不爱不变。对，我们有羊诶、欸。我糟糕。没。对，这边有点刻苦。不知道要去哪里探险你、欸。我撤退了，再见。啊？什么？不知道要去哪里探险。我已经被打退了。外面你怎么跟我讲一样啊？因为我刚才听你台啊。果然瑶瑶要聊什么，瑶瑶什么都聊啊，就像他大。我还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录什么。欸，我在黑羽教我完全不能 po 影片，也不能录影片，我哦这么惨。你就要去，不要洗哦，猫太多了，我快吐了。我不用吃药在那边。不要番茄酱啊。我真的想录地狱集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之前可以拍，现在不行。啊，因为黑羽把麦跟资讯都拿去老皮那边了、啊。我啊，你应该先问清楚了，然后带过去的才对。没有，他有跟我说啊，可是怪谁啊？不是怪谁啊？是我要带上去很麻烦，我不想要那个东西一直撞来撞去啊。那你，你就包多层一点啊。哦。哦。我啊。很贵，你知道我的麦就1000多，是那种2000多都帶。你就买一些那种吸带用的、啊。哦，你才吸带用啦。对啊，摇去黑羽家 B。超卡，不好意思啊，就真的对，嗯，很秀。哦，你们爱看又爱闲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哭了。萤火虫是会自己生成啊。什么东西？萤火虫。真的、啊。编故事？对，我几乎很久没讲故事了。你要讲什么故事？有一天，瑶瑶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法师，遇到一个瑶瑶，然后他又遇到瑶瑶，然后他跟瑶瑶说：“我遇到瑶瑶，我遇到了瑶瑶。”他们通通跑去找瑶瑶了，可是瑶瑶突然就不见了。然后瑶瑶，哇哇，他生气要气死了，哎、欸，够了。喂，你们举起双手。我以为瑶有开台，没有啊，瑶现在在台北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开啊，哭哭。嘘，不要提那个。不要提那个贴身衣物。贴身衣物是什么？五二天旋地转。说故事时间真的。兔子不要听，法师故事都很脏。对啊，哪会啊？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样的故事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各位电视荒到这边就。他生气了。欸装出来的啦。哎、对，瑶瑶，你有兔子哎、欸，有兔子哎、欸，兔子等等我。嗨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不理我？干嘛理你？兔兔哎、欸，咖啡色的好酷哦、喔。为什么喜欢听我讲故事呢？瑶瑶很小声很正常，因为瑶瑶本来就是那种兔子好可爱。哦，他那边的状况也只能这样子，我不能控制他。不能控制他。是啊，你们不要。干嘛？你带什么带？对，打地狱啊。啊？地狱级。你说今天那个、啊，不然明天好不好？不好，明天也是有的。地精对啊，果然。你知道我在那边带松鼠哎、欸，带第二关就被弹出来了。跳跳，松鼠跳跳。聊一下什么没关系啊，就是各方面嘛，只要不要太夸张就好。然后等一下你的整个台都在讲什么？完了，我带木星，我第二关就被弹，第二关就被然后等一下你的台就变神魔台了。哇。他等下就开神魔这样，用穿神换真魔，那也蛮厉害的、啊。
怎么玩啦、啊？告诉我。听说一定有的，连小精灵都有人在做。这样子哦。你们这次听完听智障故事，摇他们哇，摇尿脏。我想想看有什么故事。什么东西啦？等一下，现在为什么要扯到文章？干嘛？啊，鬼上传影片跟他借什么？是要跟他借什么东西？我看不能把摇声调大声一点好了。不行啊。SK 啦。不行。那这样我声音会太大吧？我不知道哦。我知道啊。嗯、好感人。你又知道了。哎，摇一摇有什么累起来？天哪！现在在看兔子与松鼠的交配，什么？啊？到底？按两次，摇法摇，那什么鬼？我可不想聊那种鬼东西。对啊，你们在讲什么鬼啊？我，好烦哦！房间一直有蚊子。不用了，等他下次来看。抓一起名单什么意思啊？有这段故事啊，我跟你们讲过吗？就是摇那个脖子很长那一次。什么脖子很长？啊就摇啊，就脖子很长。Angry Park， 兔子好色，怎么又跟我有关系吗？高中糗事我就很好笑了。摇就喜欢留那个只有几根，然后又很长，不把它剪掉的脖子。他生气了，他气死了。对啊，真的。我发现自己怎么跟阿鬼借麦啊？在那边，阿鬼住哪？阿鬼住，我想一下，怎么叫？对，阿鬼住哪？嗯，对，左上要加个名字。哦，好大声！哦，就大声，真的很大声哦。我被蚊子咬，好痒哦。回去啊！你咬给我看呢、啊？你知道咬？你知道我咬谁？蚊子啊！恭喜哦！恭喜哦！恭喜哦！还是原版欠扁哎、欸。为什么梅花鹿都喜欢卡在树丛里面、啊？你问梅花鹿啊，他喜欢啊。你是梅花鹿哦。我就有就很哎、欸，那个时候咬我们，那时候我们在干嘛、啊？我发现我跟法师超级答非所问。你也知道，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咬啊，那个你藏脖子那一次，那时候我们在干嘛？为什么我们要下楼梯啊？哈，他藏胡子下楼梯不会跌死吗？什么藏胡子？哎、欸，你们讲胡子靠 ，Angry Park 本人真的超亲切的、欸，他一直说，我看起来就是好人啊。对啊，他是不是还跟你们一起台湾 Number One？ 没有，我没有叫他喊的啦，我知道他平常喊很累，我没有跟他叫他喊。肯定喊太多次好。那你不是有拍那个叫他一起喊？对啊。台湾 Number One。他下面不是有人说你用 Can you say 很没礼貌哎、欸？用 Could you 比较有就是祈使句的问题啦。对啊。用中文讲话，意思就是 Can you say 就好像你敢要讲无啦？你敢要讲？哎、欸，法师，我走到那个石头墙那边嘞。石头墙？啊，石头墙？对，好像里面是迷宫之类的。各位，我们等一下。是法师，我发现天带地精队打地狱级，第二关被锁死，四只地精都被锁住了。哦，对。法师，你要来吗？等一下，我先记下一些坐标。各位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时间紧迫，我们要就是快速移动。你直接 TP 我啊？没有，我说记家里坐标。家里坐标。你开创造为什么记家里坐标要开创造？我要升够二十排啊！台湾呢？我现在把那个我有什么队？我基本上我都是其他队而已、啊。然后其他队就是打到第二。你说什么其他的队？希腊。台湾 number one 没有啦。China number 15，别吓我！法师，你带一点火把来好不好？我没火把了。哇，有点白目，我就每走几步就差一个这样。呼吸法我有抽到，可是我还根本练不起来，我练卡。兔子有要攻略牛头地牢吗？如果看得到的话，然后我觉得我一定会被打死，就这样。什么摇用度比较有礼貌？可是如果变 Do you say 这样？哦，问句，等一下，法师，你先 TP 我，我快死了。没有，如果 do you say 台湾 number， 你用 do you say 会变成。老师，你有成功 TP 过去吗？那 do you say 会变成你经常这样说吗？很哇，这个问句对。你有成功看到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一怪有点多啊。那个蓝色的那个怎么也在攻击你啊？啊，干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发射！要死了啦！法师，我赢啊！为什么连你的台都有？要看我上一句留言啊！会哭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蜘蛛，那个坐在蜘蛛上那个有点麻烦啊！哇，各位，双王子，哎、欸，对，双王子我们忘记了，来找我去那个好了啦。如果明天还石矿组第一名，石矿组第一名。
绝对去找我！等，法师，我觉得这里有点凶狠。对，我们找到那个小王的，就一个王的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洞是怎样？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应该是要你下去吧？哎呀，对了，各位，这个大蜘蛛又来了，赶紧关兔子妈妈，等会我们赢了。快撤退！撤退！你要去哪？先走地方 BB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声音有没有大一点？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法师，还两个哎、欸！各位救命啊！法师，快点 TP 我，快点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快！一个忙啊，就一个 pose、啊。法师，快点 TP 我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有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自己玩，我都不用玩啦、啊。你自己要去？那、啊、有人就自己盖房子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是哎、欸，靠，你完全误会我了。怎么了？我是想说，趁着兔子不在这段空档，然后我们把家里弄得漂亮点，下次进来给他一个惊喜。看我是这样子去盖的，你现在居然跟我说，你就自己盖房子啊，哭哭啊！好，我就想说趁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把附近的怪打一打，这样你回来比较安全啊。你呀、啊，你这鬼啊！马超，哦，他又哭，瑶瑶崩溃，好好笑。手机不能啊，手机不能，应该不能连电脑吧？后天是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六，后天礼拜一，礼拜一我不知道会在、欸，因为其实哎、欸，我分享一下电玩展那个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真的、口出好语，嘿，说哎、欸、我五天都要去，可是其实你知道第一天回来我真的第二天早上累到起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兔子在哪？法师你在哪？我在，然后你有没有声音都过来了？哦，早安兔兔，我现在在你现在是早安吗？现在不是晚上11点吗？你可以 DP 我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可以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在一个神奇的地洞里面？就把外面隔绝啊。也好了。那边就是里面。远端。Devil 0806。对啊，摇牛笔，对啊，你在不对，摇牛笔电啊，你不是笔电跑动？你要冲了吗？冲啊，哥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键快坏掉了。啊，我怕瑶瑶会哭嘞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看你打。我们看一眼就好，反正我们应该也打不赢。我也觉得，我们应该看一眼，然后就回去这样。妈，你们最好给我说到做到哦！真的啊，法师，你有没有多的火把？我现在没有火把，因为我完全是意外发现这里，怎么吸不起来？我很累，对，还是蛮累的啦，真的。然后咬儿子会哭，要咬多一直哭，咬，干嘛？你在哭哦？没有，我在想怎么录影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是萤火虫。哦。哎、欸，不知道王在哪，我没看到。我觉得是在底下或是上面之类的。一般讲那就那家不是应该、就是。法师坏坏，法师都不理我，那他不理你，来我的台哭也好像也没有用吧。我。啊，对啊，这边好多萤火虫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法师这里有一个，这是按钮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哦、喔，是破图哦、喔。别吓我。没事，是破图。有兔子有开台哦、喔，我贴网址，开到几点哦、喔？哎、欸，我没有网址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再给一下。法师，我们到11点半之类的吗？不要啦，太快了，11点半太突然了。那不然你要到幾點？不然我们就开到12点好不？你觉得？好吧。刚我们预计开到。观众啊，给观众，我们选最多的那一个好不好？但等一下跟你说，明天再关。对啊，那也很好啊，不错啊。欸，法师，这个猪好可爱哦、喔。打啊。可以打他吗？他应该不咬你就好。你问他。用我一定很难打的。欸，王在哪？我觉得是在底下之类的，还是他其实已经跑出去了？见了耶，各位王不见了。法师，我问你哦、喔，今天的神 VS 魔第二成就是什么？哇塞！等我回过神来想打的时候，已经超过8天，完全没拿到奖励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好啊，兔子都他妈这边恭喜啊！哇，涛兄，好感谢。我只是学法师而已啊。有啊，我有开过一次跨年台，因为也是跨那一次年而已嘛。我也有开过一次跨年台哦。你那叫吃吃台，吃吃台也太过分了吧？哇，王去哪？法师，他是不是在底下之类的？不可能吧？挖个洞。哦，31。不、哦。哦。我是我尾数是9啊，9是什么界的？兔兔熊熊，我没有凶你的意思。王呢？王怎么变？所以法师，你决定我们要从哪里下去？王不见了，这接了3分钟台。我觉得一定是下面有问题，可是王应该是在下面吧？奇怪，不可能、啊，我之前王就在上面没问题的。这一关的王长什么样子啊？就一条蛇、啊。哦，对耶，是这一关吗？不是吧？开过了，对啊，真的是啊，那不然呢？还是他是要触动什么他才会出来吗？
好棒、啊！放闪台真的是吃放闪，我是神啊！对，我是神。你是法师。哇！哇个屁呀、啊！完了。哇！哇个屁呀、啊！哇！完了。哇！哦，死掉了。王刚在外面，他跑到外面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去外面看看。那还蛮好笑的。等一下，王会从那个宝、跑出来哦。那个宝。对啊。那个宝。会哦，会哦。哇，我又不是王。哦，对，刚血条在外面嘞。对对，血条在外面。哈，他已经破城堡而出了吗？他怎么出去的？那我们进来干嘛？我们从哪里进来的？哎喏，从。等一下，他的账号叫 Daniel 零零零。他从法师台逃过来的，欢迎光临。普通人超好，跟瑶瑶法师不一样，那是因为我不常开台。是哎、欸，你们不能这样，靠！你们一天到晚在说我不好，我真的不好，我就、真的就不理你们了。你不好啊？刚好看到咪咪。对啦，我是拍狼啦。我会玩时空之门啊，只是那个游戏真的超难玩的。瑶瑶会不会去哦？你要看他发文啊，如果他有发文就对啊，你们要关注一下。天庭宝。前庭宝问号，从前庭宝跑出来。所以法师，你找到？我们刚从那里出进来的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提醒你啊。就那个小洞啊。在哪？在你心里面。那个洞怎么不见了？你可能撞一下就进来了吧。不可能啊，因为你太胖了，没有了。算了。法师生气了。对，我很生气。我们在哪、啊？结果我们从那里进来的、啊。那只好挖出去咯。呀、yeah, 因为我们在那附近有看到那个。我一直被蚊子咬好烦哦。咬回去啊。咬回去啊。咬不回去吗？有双王子的画面吗？法师你有弄双王子吗？没有。那就是没有咯。法师兄是对你友善。对啊。对啊。有些人就是那种什么就是那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好像也不是这样用。有蛇。哦对哎真的。咬咬又不理人了。超级玻璃心。这是蛇的意思吗？哪里？舌头，然后对啊，咬很好啊。这种意思吗？好像是耶，还蛮美的。好厉害哦！兔子，我从瑶瑶臭大便台跑来了，不是吧？瑶瑶跟我没开台啊！各位，闸门找不到了，走过头。我们要不要撞出去？终于可以听到声音了，刚刚完全只有画面，画面，画面没有声音。画面，画面。哎呀、哦，真的、哦、听得到？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画面吗？那你家里有面花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有那个。你不要再欺负我的梦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把蚊子当黑羽打死他。黑羽有180哎，那个蚊子有点大。我差点不想出来，外面很恐怖，你知道？真假的？上吧，法师就决定是你了。你看那个黑夜中一双眼睛。有吗？我只有看到萤火虫哎。对啊，娜迦。娜迦。超爱，感谢哦！对啊，刚网友看到咪咪的血条，对，刚有看到血条，我以为是因为靠近。棉，哇干！就想要我打那个。蓝人出现了，救命！各位，王已经消失了。哎、欸，你后面好多只啊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剑爆了。我知道你剑爆了、啊。哦。对，其实不短。等一下，西凉啊！兔子加油！没有，我只能用手打 啊！不是这样啊！兔子加油！我回家找个东西。加油！手残，跟上次的灯一米一样。没事，你不喜欢可以说点别的。好，好说。不要嘞！说没说没、欸？你们家工作台在哪里啊？家里。为什么要移到里面啊？白痴哦！你们家工作台在哪里？家里。啊，不是、啊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箱子在外面，然后工作台在里面？你有185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好不，黑羽算很长哎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刚黑羽不短。黑羽不短是啥回、啊？刚我讲错吗？我忘记了。瑶都欺负你，好，我下次帮你打他。哎、欸，各位，王不见了，你们允许我开 TP 找王吗？就找他吧。你们不要。兔兔知道2月3号在西门町的活动吗？有他知道哎。2月3号有什么活动啊？瑶好像压力很大，对啊。他可能没有电脑疯了吧？我压力一直都很大啊。老师，我现在可以 TP 你吗？每天要面对你们这群人哦。我记得这下面有那个，你们超脏，这边说黑云。乖，果然有宝箱。不
要爆炸啊！里面有什么？你帮我拿杯。我好像放不太下哎、欸。嗯，那你还有什么？是，你还放不下哦。我可以打他吗？好。嘿、欸，你不觉得我接的超好？不要在那边讲，你们这超脏。我开一下 OP， 我去找王。哎、欸，我没办法完全拿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个有毒了，或者是巴拉巴拉就对啊。哎、欸、呦，你不觉得我接的超好吗？来点掌声好不？不要鼓励他，他会高兴的动，他会高兴的站不起来。你就愿意附和法师，不愿意鼓励我、欸？是什么时候上市哦？他们姚老师变是什么时候上市？昨天。没有啊，二十四号那次就是正式发表会啦。对嘛，你们听，兔子我在飞哦。我刚刚踢飞你了。你是萧敬腾哦。我在天上飞。哇。